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们为何而来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来修行的。你不是为谁而来，也不是专属于谁。你爱你的父母，可你也只是借由他们来到这人间，活出你自己而已。你爱你的伴侣，可这不过是你生生世世诸多缘分中小小的一个。你爱你的孩子，可他们也只是你宿世轮回中一个小小的执念罢了。如果你真的看向你的生命，你会发现你纠结痛苦的一切不过都是身外之物，而最重要的东西你却从来没有证实过。为什么大家都是人，差别却如此之大？你努力一辈子达不到的，却不过是一些人的起点。当现实真实地向你呈现这些差距的时候，对比所带来的压力将如影随形。我告诉你，那些成功的、幸福的人和你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？这些人，他们过去生生世世中所积累的福报善业远远大于你的积累，而现在你所看到的结果，无非是他们福报的显现，善业成熟的样子。其实这个世界公平的令人毛骨悚然。很多人会说，修啥呀，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下辈子啥样我也不知道，不修了。其实上辈子你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这辈子你才过得如此不开心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种善因才能得善果，万般皆苦唯有自度。